去他们家吃他们家的卤肉饭啊，一定要配一碗他们的这个。这有什么汤？排骨素汤吗？有耶，我要排骨。好冰哎！真的很痛苦，就是每天要维持身材，我都甚至还去打那个打消脂针。我这边全部都已经肿到它两边，这边很大片。这个就是打击双重罪恶的 Oki 燃茶，它本身低热量，而且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康普茶有吗？它是用康普茶的基底哦。